快过年了，今天带兄弟们去忙着人家做顿饭。谁喊我了？奶奶，不当吃老生嘛？我今天中午写了八个灯蛋钱，就去黄大居家。那我寄过去，现在。啊，过年没得回呀。平时在屋里还是蛮好吃的，你个平常走是买的韭菜香。有嘛，多少人？敲了，你当敲了，敲了，来。我的风好响，我的风好。没有味道吗呀？敲回来吧。然后养了好多鸡啊。来，奶奶，你想那个鸡啥？变白菜吧。难度。你们谁先选？废话，当然是我先选了。嗯，这个不要了，无所谓了。哈哈 ，Thank you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这个，我偏不信，我就要这个。太贱放屁大牌了，评价炒饭炒饭嘞！干嘛？两份炒饭？好的，您稍等啊。老板，买单。你好，一个196块钱。都这么熟了，抹个零呗。抹零可真抹不了，小本生意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店现在搞活动，满200打90。那行吧，再帮我拿根彩电。好的。不对，一个180。啊？哪里？我还是给你退了吧，给你抹个零，都是老熟人了。走吧。大家是不是都以为茶油只能用来炒菜吃？那你就太小看茶油的珍贵了。今天把咱们家所有茶油系列的产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
这个是茶油外婆菜，这个是茶油萝卜丁，这个是茶油贡菜。虽然都是茶油制作的，但味道呀各有不同。这个是茶油外婆菜，搭配萝卜丁、豆角等等农家蔬菜晒干炒制的，口感啊比较丰富。像我在外打工的表弟就特别喜欢这个。家常小炒嘞，看什么看？吃啥？给我来份波士顿龙虾炒饭。没有，那波士顿龙虾都没有，还开什么店呢？那给我来一份蛋炒饭吧。这有钱也花不出去呀、啊。要几份啊？我一个人当然一份了。一份？连个对象都没有，还出来吃饭？你话还挺多的，赶紧炒。再加个蛋。今天怎么了？这芹菜都不要钱吧？不要啊，怎么了？那多加点啊。哎，这不要钱的你就往死里倒是吧？看你那抠搜的样。哎，饭给我吧，不要放进去了。没饭你吃啥？不用你管，不用了，赶紧赶紧。行，打碗装起来吧。来来，给我给我。这先放在鸡杂，我也拿走了啊。嗯，大宝，你家鸡杂的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。那必须的，咱们家的鸡杂讲究的就是先焯水，再小火慢卤，这一点可是去腥的关键。再改到切成一片一片的，然后再配上老坛酸辣椒、酸豆角，没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一点，总管用。嗯，两个蛋一份饭3块钱，先记账啊。什么跟什么，我当时放10块呢。你刚才炒了蛋炒饭吗？没有。你看见我吃蛋炒饭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不就得了，那哪来的蛋炒饭10块钱呢？我就只吃了两个蛋一份饭，青菜是不是不要钱？对啊。那不就行了吗？这鸡杂挺不错的，我拿走了啊。啊，吃我那么多菜还有两个蛋，你现在想要我洗是吧？今天这道菜的好评度啊，可以说不差于湖南的扣肉、梅干菜烧肉、教科书式的教学，香味非常浓郁，肥而不腻。选料啊，就是一块五花肉，进去来看一下啊，一定要是这种五花三层的胸口肉，它这种肉呢，肥瘦相间，吃起来啊，绝对不会腻口。然后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搭配，就是这个梅干菜了。所谓梅干菜啊，都是需要三洗三清三蒸三晒，好吃确实是好吃，但是制作起来啊，确实也非常的繁琐复杂。接下来咱们处理一下五花肉。一般新鲜猪肉买回家，猪皮上面都会残留一些毛发跟皮线，非常恼火。今天我就分享一个在家就能简单处理的方法，完全不需要火钳跟喷钳，在家一口锅就行了。首先呢，把铁锅烧干烧透，然后把五花肉皮朝下贴至锅底，慢慢的摩擦，整个过程大概持续40秒左右，目的一是去除它表面多余的毛发，目的二是为了去除它的汗腺，去除异味，然后用温水浸泡一分钟，就非常容易把它刮掉。这个刮掉的部分呢，全部都是它腥臭味的来源。洗净后，给它改造成麻将样的大小，这样吃起来会有肉感一些。五花肉下锅也是不需要油，烧干后直接干炒，中小火给它慢慢的煸炒出里面的油脂。看一下，就这种八面金黄的样子，多出来的猪油啊，咱们全部盛出来，用于家里炒个青菜啊，开个汤什么的。下入一点这个大料干辣椒，几颗冰糖，一点生抽、老抽，再加一碗烧开的水，没过这个肉。烧开后倒入高压锅，上气10分钟。好了，时间到了以后呢，把它装进这个砂锅，用中火把多余的汤汁收干。这个时候再加入姜蒜末、梅干菜，因为这个是调制好的，所以盐就不需要再加了。入锅小火给它炒制，直到汤汁完全浓郁，最后撒上葱花，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样轻轻一夹，非常容易夹断。哇，入口即化，香味浓郁，真的一点都不油腻。在家里啊，只要你1:1还原就可以了，绝对好吃，绝对香喷喷的。想要同款下饭菜的朋友，去我左下角看看。鸡鹅，家炒排骨，青椒炒鸡蛋，有炒，不又是辣椒啊？我看着看麻了，你们这一个个的也不脸红的吗？也不能这么说嘛。哇我的排档怎么上到新菜，让兄弟们帮我把把关系。好好好，走，拿了个豆鱼跟刚起毛一样，吓我一跳。欢迎串饭，今天我们吃爆炒辣翘嘴。这翘嘴不是应该新鲜的吃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辣翘嘴呢。
就是因为你没吃过啊，所以才叫新菜嘛。反正等我弄好吃了就行。那我今天要吃十万饭。那先把你伙食好了再说。完美。嘿，我咋这么粗鲁啊？一点都不讲究。你还是有强迫症吧。大毛不贵，下雪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，下雪了，还坐着做饭了？好、啊，这，你给他抱一下。加入蒜子生姜，干辣椒，加入豆豉酱。鱼给它爆香，给它爆酥，翻炒一下，给它焖至入味，加入红椒、生抽、蚝油、盐调味，撒上大蒜叶。富贵，过来尝一下。来来来。嗯，哎呦呀，坐坐坐。你是什么事？我在等等，咋等等我呀？这鱼看着不错啊，小小的鱼嘴呢。我你一样是永不悔。大妈，你这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好辣的火爆，跟你吃辣的爽，还有其他的吃法，真的是更好吃一些。我们的眼神充满了甜美，两小无猜。大哥，咱吃完了不好吃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的。春风又不断。上次上新菜第一天拿了个熏肉头的，自己拿拿味儿。这个我打十分。我打十分。哎呀，我八九分。他多要你骄傲了，不行啊。有谣言说啊，我们五百万粉丝是假粉，那视频发出去才几个点赞啊。其实啊，说来惭愧，那他们是不是抖音没更新啊？你傻呀，你自己不会看吗？他们说我们天天只会卖产品，视频又没意思，都不喜欢我们了。但问题是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推广湖南家乡美食走过来的吗？从辣椒酱到外婆菜，到米粉，到糯米粉，再到现在的酸辣鸡杂、鸡萝卜等等等等，还是有很多朋友认可我们的。但是现在他们人呢？那他们是不是迷路了？要不你给他去打个横，很多老乡他拍完就默默走了，不会评论点赞这些的。我觉得吧，还可能是我讲解的不够到位。湖南，要不你来讲吧。我啊，我这鸡肉吧，嘎嘎好吃，嘎嘎香。那些买过吃过觉得不错的老乡，在评论区帮我吱一声吧，不然我是实在不好意思去反驳了。谢谢大家了啊。